了？哎呀，不知道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你说赛貂蝉那五爷他是不是抽风了，非要嫁给我？孟哥，做梦了吧你？我说的是真的。还真嘞，真的不早把你乐得屁颠屁颠的了，还把你管回来？就你娘那虎样，我娶她？哎呦，锤吧！驸马爷谁不想当啊？你知道个屁呀！咱八路军成亲那是有规定的，团级以上干部才能成亲呢，知道吗？老三团原来有个营长，就偷偷跟那妇救会那主任就成亲了，组织上发现了，从营长一撸到底呀，成大头兵了。我要犯了错，逮着了，不用撸，一脚踹回去。行了吧？你是怕人家厉害，怕镇不住他，倒把他气脖子上。那臭小子，他还摆上谱了，就应该把那小子扔出去喂狼。哎，别！再碰上这么一个头上长反骨的，那可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。你看那小子，贼眼珠子老大，说话唾沫星子乱喷，咋看咋别扭。就是那瞎子胡说八道。哼，老兄，我纵横江湖几十载，从未失手。哎，你就算你的吧。这哪个男的说话不喷唾沫星子？不喷的是那城里的白面酸秀才，光看着舒坦有什么用啊？您要是辣枪头，你哥我说话也喷唾沫星子，你还嫌弃我了？人家也没同意呀，难道咱们还上杆子啊？再说，我又不是没人要。哎呀，你算好了没有啊？按这八字算，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！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成，这找媳妇儿是吧？得找啥样的最好呢？大脚板，大脸盘子，尤其这胯，胯得大，胯大能生养。时不长，老子骂他一顿，照样得把锅里干的捞给我吃，这才是媳妇儿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你就大白天琢磨娶媳妇儿吧你。我做啥梦啊？那哭着喊着那是要嫁给我，你是没瞅见呢。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我非得找个样样都不如我的。妹子，这事儿你得翻过来想，不是你嫁人，是你娶她。你自当找个压寨的相公不就得了吗？再说了，他不如你有什么不好？让他站着不敢坐着，让他躺着他不敢卧着，一辈子都得拴在你的裤腰带上。这天底下成事的男的，他哪个不听老婆的呀？真的？当然了，刘邦、朱洪武，哪个不让老婆指使的团团转？就包括南边的老蒋，我可是听国军当官的说了，出门风光，进了屋了他就得听老婆使唤。你看看这屋，这哪还像个闺房啊？也不说规矩规矩，咋规矩啊？好说，兄弟们都过来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哥几个下趟山，偷抢拐骗我不管，只要把小两口办喜事的东西都给我置办齐了，二当家的大喜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好嘞，哎，走走。要是真看上你，你就索性从了，然后再使个美人计跑也不晚。我使啥美人计啊？我那娘们那使啥手段，你也不没瞅见过。我从了他，咱也跑不了啊。还是，就是怕人家本事比你大，你遇到克星了你。啥克星啊？啥克星啊？我克他。Thank you.
叫门淑兰，是俺娘招的童养媳，比俺大3岁，看着像个女的，她比男的都虎。俺打小我就烦她，就是因为她我才离开家。我是从南躲到北，从东躲到西，不管躲到哪儿，过不了多久，一准能找着我。反正人现在是堵到家门口来了，想个办法。 睡着，就梦见掉水帘洞了。你睁眼一看，嗯，炕给画这么大个圈，炕被整的呱呱湿。自己躲炕角，还跟我喊：“姐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别跟俺娘说，我求求你了。”都多大了，没事还躲到他娘怀里，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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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三儿呢。闭嘴！ 给我跟着他干啥去？你给我丢光了！还有啥的呀？那两口子啥玩意儿不能说呀？他们早晚都得过这关，有啥了不起？
迟到。干啥呀？你少给我捏的地方去！放开我！这是床新被，拢共没盖过两回啊！麻烦了啊！说啥话呢？晚上啊，先跟大婶在这挤一挤啊。那你睡哪儿？我有我睡的地方。不行，你睡哪儿我睡哪儿。别胡咧咧，我那哪有你睡的地方？有你睡就有我睡的地方。麻烦了啊！大人，干啥呀？哎，没见过吗？这不嫂子吗？咋就没地方呢？这么大地方！嫂子，我跟你大哥就睡那块儿。啊？中间隔道帘子不就成了吗？那个嫂子呀，你晚上跟大哥动静可别太大了啊，俺们受不了。哎呀，那个嫂子，晚上你就睡这儿。他们受不了呀！那得俺受得了。闭嘴！动我！使劲！使劲！你干啥呀你？你给我滚！哎呀！我就睡那儿。今天就得给我住村上去！不走！不走！中午买啥？你不怕人笑话你？笑话？老娘早他妈被笑话够了！自打你跑婚那天起，我就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。你他妈刚被人笑了一天，你就受不了了？我被人笑了多少年了？现在你明白我是咋活过来的了？啊？兵荒马乱的，我为了找你，啥活没干，啥苦没吃过。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是个女的，我他妈天天往脸上抹灰，我把自己整得比老爷们还老爷们。我受的这些苦，遭的这些罪，我找谁唠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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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找谁唠？找谁？养着鸡，喂着猪，地里边种的全是荠菜，哎，还真是过上地主的日子了。哀求了，你说的一生了，我不管了，有种你回团部，把盖房的粮饷你给领回来。大玲，你说咋领？咱老三团就那么点家底儿啊，自己都顾不上来，咱们还指望从他那个油锅里边磨出点油星子来？这不就得了？
以后再问我老道。你不用拦着我，我同意了。哎呀，哥，你可不能同意。我就同意了咋的？我就非当那驸马爷了。哎呀，哥，大门三脚虫的。哥，你不能同意。哥，你可不能同意。去，哎，我现在要见你们大当家的，老子同意娶你们二当家了。哎呀，哥，那俺怎么办？你把老待着去，开不开了呀？不开不开，老子别挂了啊。驸马爷，我开开。哥，你可不能同意。大当家的，李大本是着了道，带着他兄弟跑了。都安排好了？安排好了，所有下山的路都布了人，点着火把，就留了后山的一条小道，道上下的全是抓狼的绳套子。好，回去睡觉。明天早上起来，让二当家的自己寻他男人去。好嘞。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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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儿啊，别停，接着喊。喊不动了，你喊吧，赶紧喊了。那天黑去的时候，一直是我在喊，现在是天亮了，天亮了你就喊。你得喊多大一会儿？光起波你就你喊。官儿啊，你心疼心疼哥。哥嗓子不行了，你年轻，你多喊两句怕啥呀？我喊多少就你喊，赶紧喊了。你娘个球，你喊不喊呀？不喊就不喊。过一个，过一个，哟，这不是你大狗屁吗？哎，这是我们套狼的套子，你怎么钻进去了？怎么样，舒服吗？你把老子放下来。你不叫李大本是吗？有能耐自己下来。有种了，你把老子放下来。那我问你，我有吃有喝的供着你，你跑什么呀？老子一个黄花大小伙子，不能便宜你这么个母夜叉。我呸！李大狗屁，我说我要嫁给你了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嫁给你，也是便宜你这驴粪蛋子。说得好，我不能便宜我这驴粪蛋子。你现在把我放下来，咱们各走各路，永不见面。你想得美！干啥？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打我，你就是打抗日英雄，打革命队伍。哎呀！二当家的，小心！你个流氓，放开！老子不放开！狗屁！有种你把老子放下！放手！哥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！我们是抗日革命的队伍。你先把手给我放开！你说放我，我就放你。怎么着？你们一个不娶，一个不嫁，这还没拜堂呢，到这儿来闹洞房来了啊？哎，还有我嘞，还有我嘞，把我放下来啊！哎，还有我嘞。是日本鬼子的，会炸的。炸什么炸？炸吧。这东西我观察的不是一天两天，一直在这儿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炸吧，早把你给吓的，过来，咱们把它挖下来，回去换钱去。来，啊，挖，我把不，你来挖，你胆子够小。没事儿，过来。你去，不信我还弄不下他呢。Thank you.
天也不凉啊，有那么冷吗？嗯？你头怎么这么热呀？没，没事儿。来，把我衣服披上。不用。俺曾经答应过俺娘，出来当八路，打死也不穿国军的衣裳。当年，国军拆了俺娘的房做工时，说是要打鬼子，可是鬼子来了，他们一枪也没有开，就全跑了。俺一村人，只逃出俺和俺娘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替你。不用，服从命令。是。嘿，干啥呢？哥，我冷。冷，去贴紧点去。我让你上那边接着去。最初の攻撃が終わった時、お前らの闘志はもうすでにないに等しかった。剣はまだ手の中にあるのに、持ってる人間が死んだと同然な何の役に立つ。それでもお前ら騎兵隊か。はい、はい、いいか、騎兵というのはな、突撃する時の力と気迫でもって相手を圧倒するんだ。地上にいる歩兵から見ればお前らは神にでも等しいんだ。はい、私の言ってること間違ってないわ。寺内シャロン取りです。2000年にも及ぶ人類の戦の歴史の中で、歩兵が騎兵を一撃で倒したことは今まで一度もないのだ。カカ、今は中華期の時代です。騎兵隊などよく的に過ぎません。では試してみる。お前の放った一発目の銃弾がもしも私に命中しなかったら、2発目の引き金を引けばお前の喉をかき切ってる。まあどうや、最近弾の威力を最大まで発揮させようと思った。その後は単純な殺し合いをするだけだ。出锅了！你这话咋说的了吗？你大老远来的，我满脑子让你干活了。嗨，我呀躺床上也睡不着。哎，您平时啥时候起来啊？这鸡都叫了头遍了，应该起来了。这今天这么安静了。孙振海，哎呦，我说你这当了官能耐大了是不是？饭还得让人给你送到炕头上。
都能摊烙饼了。老孙，老孙，烫伤我就好了。他做一万三，你想用兵的咋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前天倒下两个，谁也没当回事儿。昨天又是四个，今天一大早起来又有一半都不行了。这到底啥病啊？咋传染这么快啊？好的，九路局那边啊，眼圈都不肿了。啥？什么？让他看看去。走走走，站长，你在这帮忙，那个拿去。走，来，快去。擦擦身子，这样好得快。不用。啥不用不用的呀？用不用不是你说了算。在里头，这是在里头，在里头。你快给瞅瞅，这一晚上咋烧成这样了？陈长官来了。这怎么了？啊？这怎么都躺下了？不知道呀。在中条山打游击的时候，部队里面很多战士和现在症状是一样的，冻得炸滋吧，这可咋办呢？这样啊，所有生病的病人都要集中的隔离起来，他们换下来的衣服都要统一的进行消毒，啊。赶紧再去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衣服，全都扔到锅里来。啊！老陈，这冰能治不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行医三十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。到底能治不？小可，才疏学浅，这病只有县里的医生才能给医好。扯他娘的蛋！县里的大夫多长眼睛，多长耳朵，他们能治，你凭啥不能治？长官饶命啊！长官饶命啊！长官，我确实无能为力呀。坚持治，好好好治，我治。说实话，他们到底还有救没？在中条山的时候，军医跟我说过，像这种病，只有打盘尼西林才能治。当时的药品非常稀缺，所有的战士只能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撑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没救了？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病人和其他的战士隔离，不要让更多人再染上。
你想怎么着吧？我算是让你给害惨了。我们八路军成亲，那得上级领导批准。你说这稀里糊涂这一拜堂，这我算是回不去了，就算是。堂都已经拜了，你还想后悔啊？嗯。 家有原配啊，要有的话，老娘就杀了他。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知不知道，老娘有多少人惦记啊？不知道。老娘嫁给你，算便宜你了。你说我有福气。那个，你看今天咱两口子结婚大喜的日子，我这新郎官我也不能老这么捆着呀。 知道的这以为成亲，你不知道以为你要撕票了，是吧？那你不跑了？你要早这样，那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。嗯，后面给解释。
先喝。哎。这个我……哎，你给我梳个头。啊。算命的说了，只有我真正的男人才能碰我的头发。别等等等着啊，等着啊！我这屋里连个门都没有。怎么的了？孙昌让媳妇不见了。啥时候不见的？哎呀，早起我一睁眼，人就不见了。哎呦，那被窝都是凉的。